怎样？准备好吗？哎 ，steady。这个星期的比赛听说有两个很厉害，唱歌又很厉害的篮球，不怕咩？然后以为唱歌比赛，哎呀，我挡路啊！就是他们，哇，推我？没有啊，我不小心啊。你看我，嘿，一脸球样，就知道我会打球啦。哦，然后我一出生就是国家队。哼！哎呀，你这里肮脏哦！推我啊！哎呀，哎呀呀！我这垃圾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Bryson， 然后这里我的二姐 ，Yeah， 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全美社最厉害打篮球的碰碰，嗨，碰碰，我是碰 Degasson， 你看不出今天我们这两粒球就是来被你打的咩？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主要就是姐弟对垒姐弟的一个篮球比赛。因为呢，我们今天要找出全马来西亚最厉害的灌篮高手。为什么会在我们四个当中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要找最厉害的灌篮高手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快告诉我！快点告诉我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？因为今天这部影片是由 Slam Dunk 灌篮高手赞助播出。哇！哇哇现在马上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。哇！我没有想到哎。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组名。哇，这样的、啊，里面也包括服装的哦。哇，就是今天里面那个服装会影响你们整个比赛的表现。你们要不要换？今天有命的这个过来就是这个了，一二三。哇哦 ，Bryson， 小胖小丑海南队，我们是湘北队。海南队到底是穿啥呢？小胖的衣服。真的、啊？来，衣服上场。哇。哇哦！哇哇哇！这个可以播吗？这个奶这样子出来可以播了吗？我们已经够肥啊！喂，我被绑架了！哎哎！哇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哎！你们是很厉害一下喽！都没有人帮我穿的，很惨哎！哎呀，没人帮我穿，摄影师可以帮我穿吗？哎，很可爱你们。你们的腿好大哦！哎，我觉得很毫无违和感，真的毫无违和感，没有差，没有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看第一场的任务，来，你们来读吧。我们来读，我来选任务卡，打开 ，OK， 保护好你的球。一粒篮球代表一条生命，此游戏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主。游戏开始前，拿起越多球，代表有越多生命，但同时也代表更容易失去生命。一旦篮球落地，就不能再拿起。所有成员不能踏出安全区，每隔两分钟，安全区就会缩小。安全区内会有许多陷阱。我不知道的，希望大家都能踏到。我切了，双方可以在游戏中以任何方式干扰对方，最后留下的组获胜，领先获得一分。哇，写得真棒！对，现在我们就马上开始第一个 round。谁怕谁 ？Let's go。Round one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眼前有两篮球，所以现在我们先拿篮球，你要拿多少粒都可以。OK， 好。哇，喂，喂。哇，别走。真的拿不到哎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策略，真的拿不到。没错，就是我们不可以靠近，因为喂哦，策略，我觉得就这样。他会一直撞你，然后弄到你掉，他会一直。一定要拿到一粒。你要保护同时，人家会攻击你。对，我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那一粒球，然后千万不要踏出框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就那只，他们一直要跟我们玩，我们就这样这样爬墙，然后突然间用气势下来。湘北队。肯定赢了。Round one。
大女生啊，不公平哎，打男生就好。哎，我们是怎样啊？啊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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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对 Gaston， 因为 Gaston 真的蛮强。要我害怕？肥仔靠你。害怕。哇，红眼破！哇，快点，接球弟。哇，你小心。我很大力哦。哇哇哇！小心！哇！我脚出，哎呀！出去！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穿一下鞋。小心，烂鸟哦！小心，脱了。哦，没有，他脱了这个。不行，先玩这个。这边。哇！出啊！哇 ，Gaston， 很大力。对不起，我很肥。对不起，白森的粉丝杀掉，白森的宝贝们，对不起。哇，好激烈！有 Tom New 老师，我的脚断掉了。脚断，暴力行为。第一 round 就结束了，谢谢你们让我。恭喜碰碰获胜第一 round。我要解释，我要解释，这一场是唯一可以赢的，因为是靠体重。真的，他真的很大力了吗？他推我们两个，然后我们两个这样。叫你们建议大概透露你们加在一起的体重吗？80。80哦，难怪一个人都差不到80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场的规则吧。第二场篮球框 vs 投篮手。哇哦！游戏开始前，两组队员可以先进行讨论，选出一员当灌篮手，一员当篮球框。篮球框将会穿上前后篮球框的服装。哇哦！这个等一下我给你们看。前后啊！篮球框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绕着投篮手转三圈，但是前提是篮球框是蒙着眼睛走。哇！投篮手只能在中间这个范围内啊，所以走完三圈就结束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先选谁做篮球框，谁做投篮手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你做篮球，我搞面积太大。来，下一场谁做篮球框的，请举手。是不是才有你的梗？你确定吗 ？OK， 他有最近有在健身。试一下，超级跌。跳哦。OK 啊，这是我们的策略。哎呀，看你怎么投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。Round two， 来吧，我马上开始。Three, two, one, go。Go， 直走，直走，可以。直走。OK， 再直走，然后转对。啊，你直走，这样直走，可以，转圈圈，喂，你，然后你 ，OK， 这个方向你直走一点点，然后你再转，啊 ，OK， 你转那个方，等一下，直走，
就是像刘伟强，你现在在转一个，这个是哪里？挖桌 ，OK， 要把不可以起，直手，要哦，没关系 ，OK， 你现在往右边，没关系，转圈圈，行，他在你的面前。哇，然后你直走 ，OK， 然后这个是哪里 ？OK， 对了，直走。Nope。 然后你再转，这个是哪里？怎么又不分？啊，第二圈呢？等一下，我休息一下。你乱转的，休息我转右边，右边，直走。Nope。 再转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个右边，左。右。你去他前面啊，直走，他在你面前。直走。Nope。三圈了。Nope。Oh my god！ 太累，晕死了吧？我左右不分了，对你三圈。你今天有多少力？八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他讲到会很清楚哎。不是清楚问题，是瞄准的问题。我刚刚丢了30力，竟然8力罢了。女人之间的战争，看着我，最近我很怕哦。OK， 3、2、1，开始。Go。 右转，直走十步。1、2、7、6。右转，直走十步。还有3力。再走十步。4。Nope。右转，直走。直走。Nope。20步，直走20步。不，你们轻松多了。右转，往左，直走啊，偏左， no。 你要偏左，哎、欸，撞到东西啊，哎、欸，停，直走，撞到东西啊，撞到，相信我，前面是一片光明的，哇，撞到那个麦啊，前面是一片光明的，七，很累，三秒后转右，三，风扇，转右，风扇，风扇，接下来，发力有没？扭，一圈，发力有没？直走，很晕了，发力啊，哎，转右，转太多了，你停下来。可以转左，转右，停，不要走来走去。13、14，是不是很乱？哦，你自己转自己活该哦。右边。Nope。是什么？可以16。我有天，你那边。右边。18、19，我几圈两位？18、19，我。你很靠近他，他就一直丢哦。他今天丢栽进去啊，直走。OK， 第三圈了，三圈了，结束。哇！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 round 了，谁怕谁？我们先1-1。刚刚你就已经看到他的那个投篮能力，等下这一场也是投篮的。我 run 不了刚刚。嗯，来来，我们一起演的会发光的，来，一起来。你要放晴哦，正亮哦，好配合。哎呦 ，Bryson 的前途，正亮的，厉害脚。3局2胜的非专业篮球比赛，每局限时5分钟，篮球员必须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篮球投入框框。哇！看到吗？哇！谢谢老板。谁想不会输的？3分线内投篮可获得2分，3分线外获得3分。哪里嘞？我们的3分线就比较不专业，我们是在这一个长方形的框里面。他们真正专业的篮球的，他们的3分线是那一个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从那边投进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范围缩小，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一个线里面的范围内。投篮吧，好啊。OK， 可以。比赛开始前，各组将抽签获得3个神秘超能力。哇，还有的。这些超能力给了我也没有用，给了我，我还是进不到球。最后一 round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是不专业啦，我先讲好啊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抢后面那球吧。OK。5、4、3、2、1。停止10秒，只有喊那一个人可以动而已。哦妈呀！
可以开始啊 ，OK， 哇，看我的，看我的 ，No， 跟上次飞机太近了 ，No， 哦，怎么了 ？No， 上飞，哇，想要吗？好多 ，No， 多跳舞对上你好，哦。海南队必须要边跳舞边比赛十五秒。哇，这个超级跳跳跳！噔噔噔噔，嘿 ，Let's go this love， 你加。安婷，你，哎，我给继续。来，这个跳起来好厉害哦！这个小火炮好不好？不要不要给我投降！不用爬的。向北队要十秒用滚或者爬的方式进行比赛。来来，开始。来，拉大脚啊！尤其是 guest， 我丢十次都没有一粒金的，我不赢。我丢十次都没有一粒金的，我不赢。我不赢。我还是听不到。哇，很灰，而且没有人跟他抢。哇！哇！哇！你们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哇！耶 ！Ready， 第二场 ，Three， Two， One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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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！啊！哇！耶！啊！哟！哇！游戏吗？他进了两页。可以这样吗？同心协力，篮球毅力。所有人必须碰着那一粒球，然后维持二十秒。什么？二十秒开始啊！哦，做好朋友。二十。不是蓝妹，不是蓝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武器写什么？是下就下。我到底要写什么？是小的立马真的吗？砰砰跳舞的长心脏，哇！
恭喜你干嘛？当然告诉你，你没有预算，你和我谈啊，你和我来打球干嘛？我们这里写的好好的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。哎，雅姐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就是大家记得去下载 Slam Dunk， 拜拜。拜拜。Slam Dunk 灌篮高手是一款真人实时篮球竞技的手游，有 1v1 斗牛、2v2 组队、3v3 全场、单人5v5全场等多种比赛模式。Slam Dunk 让你在家也可以灌篮，在厕所也可以灌篮，没有朋友也可以灌篮。马上下载 Slam Dunk， 和我们一起三人组队，五分钟制胜，称霸全国吧！现在登录还送樱木花道哦！我爱灌篮，你爱灌篮，他也爱灌篮，大家都爱灌篮。我已经讲到语无伦次了，你还不赶快下载吗？真的不要下载吗？现在官方还举办 Slam Dunk 游戏实况组的招募活动，有独家的虚宝资源可以领取，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去报名哦，嘿嘿。